我的心静静，全部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石盘，拯救我的，伊是我的棺材，我袂大摇动。上帝啊，愿伫你的殿内效念你的慈爱。各位同工，请咱三个来吟诗，俄罗上帝圣诗307首 B 调第一节，请咱三个起立来吟。请坐，请咱三个来祈祷。创造天地万米，掌管万物，各有慈悲、怜悯、丰盛、慈爱的主上帝，愿在你的所在有关联、有尊贵、有威严。你是堪得万民而乐甲尊崇，公义正直是你宝座地基。主爱信息行伫你的面前，愿属你的百姓欢喜来到你的面前。我要用心灵、心识、甲敬虔的心敬拜你，是独一真我的上帝。我要用上帝的名应该有的荣光归乎你，欢欢喜喜来敬拜。主上帝，你是圣，你是用你百姓而乐做作为的。我们唱诗歌来到你的面前，称颂你的快乐。大声阿乐你的慈爱，用心灵诚实敬拜你，愿你的阳光显现伫阮的会中，我要对你的面发出的光来行，搁敬献听候你。主啊，愿你监察阮，在阮的心思考验阮，在阮的意念，也点醒阮，光照阮，互阮知阮有歹所行无。我要承认阮常常伫意念、思想、言语。因为有过犯，在无地中得罪人，也得罪你，予你忧伤受气。恳求慈悲怜悯的天父，予阮活倒转来得到赦免，予阮通倚靠基督的宝血洗清阮一切污秽，也除去一切缠绊阮的罪，完成阮继续跑走头前的路障，引带阮行永远的道路。也恳求圣神。甲阮三个聚会，想使我阮有一个会当听你话的耳孔，也除去阮心中一切怀疑甲毋信，以及阻挡阮亲近你的事。也祈求天父上帝想使，予阮有智慧甲启示，通认捌主耶稣。也可以上帝，恳求上帝开阮心内目睭，予阮会通知你选召阮要得到的愿望是啥物。对相信的人所应允的祝福是哪里啊丰富？愿圣神运行感动驾驶阮用阮的心来讲话，也想使属天的智慧会当晓悟真理，并且心智换新来变化家己，也知上帝善良通欢喜顺转的旨意，予阮会当预办好事，做达项的好事。恳求主帮助阮将其正当工，会当常常学习你的模样，有基督耶稣的心智，谦卑服侍，为病人洗脚，也当工也彼此洗脚，让人知阮是你的学生。愿阮今日在真实敬拜甲祈祷，予你受你的感动。愿安尼祈祷，拢是奉主圣尊名祈祈求，阿门。那三个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路加福音书》第7章31-35节。啊，我用台语和你本来念，主讲这世代人，我要用什么来比拼因？因亲像什么啊？是亲像囡仔坐伫家饲哩，三叫讲，阮对恁分达啦，
恁无跳舞，阮捌悲哀，恁无啼哭。因为惊洗礼约翰来，无食饼，无啉酒，恁就讲伊是犯着鬼。恁主来也食也啉，恁就讲伊是贪食好酒的人，抽象的甲歹人的朋友。那是对智慧对伊的证件显明，伊是对。愿上帝赐福听伊话，搁去行的人。啊，今日在咱啊，接续要来啊，由咱社工部来娱乐，伊要娱乐的诗歌是《愿你真多刻掉伫我心》。小的工作部的同工，用诗歌带咱三家来敬拜上帝。今日在咱真欢喜会当邀请到郑永文牧师来甲咱会中，甲咱来分享。郑牧师是七星中会济南教会驻堂的牧师。愿上帝透过郑牧师将伊的信息传予咱。伊的题目是跳舞甲爱哭爱哭，请咱恭敬来听。
主来陈院长，各位中基大家庭的同工，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咱甲大家做敬拜上帝，也通过耶稣所讲一个小小的譬喻，甲大家做伙来分享。咱即几个月拢真关心即个巴勒斯坦诶发生诶代志，特别加萨走廊发生诶即个战争。以及这个领导救援的代志，关心这个代志，详细我今日也通过巴勒斯坦在地一个小譬如，甲大家来分享，兼在予咱为另外一个角度来想象，原来巴勒斯坦是生做一个甚么款的情景？我少年的时阵。看一部电影，让咱看见到巴勒斯坦迄个时代，迄个原来犹太人、以色列人生活的款式，迄电影叫做屋顶上的提琴手，迄是一个真好看真特别的一部音乐片，迄个影片咧描写犹太人的传统敢若特别无去啊，所以内底。通过这对话、唱歌的描写，若捌看过这电影，大概就小可会当想象咱今仔日听见耶稣所讲这个譬如的迄个情景，吼，伊迄个中间因有结婚，婚礼中间伫遐跳迄个圆圈舞，大家点样欢喜。犹太人的婚礼拢几啊天，吼，连续几啊天，真正欢喜伫遐庆祝。中间嘛有看见人死死，伫遐举行葬式，伫遐唱哀歌啊。伫今仔日的譬如内底，三十一节甲三十二节，短短两节，耶稣讲起一个真对当时的人来讲真熟悉的一个图像的譬如哦。伊也讲起巴勒斯坦的囡仔，伊也耍两种的游戏，一种是婚礼游戏。一种是双类的游戏，咱想象，囡仔伫遐有人笨达啦，其他的囡仔就爱点啊，那亲像学遐大人安尼，伫遐跳舞，伫遮看见这个情景，倒转去想现在的巴勒斯坦，当然咱会感觉忧伤，过去这几十年，咱看到的图像拢是。囡仔、青年，踮迄个、伫烧的、汽车的、铁路的边啊，吼，佫有足侪烟伫啊，吼。囡仔有时啊，揢石头踮啊，揢遐以色列的军人，伫遐继续伫遐冲突，甚至哈马斯即个恐怖组织迄个时代，佫有即个训练真侪，即个囡仔的人肉炸弹，吼。所以耶稣当时。行过迄个乡镇，今仔日真济已经爬远，还是变做镇长。想今仔日加沙族人的情景，回想当时巴勒斯坦囡仔伫街路边的市场底下佚佗，咱会感觉真大个对比，这囡仔安那耍游戏嘞？伊那咧耍婚礼游戏。有人会表扮演迄个新郎甲新娘，但是这个游戏上主要部分是遐跳舞的人，遐人，那像学大人安尼伫遐跳圆圈舞，这角色是大部分是查甫囡仔来扮演，查甫囡仔就爱跳伫遐跳舞，相对的，因若耍双类游戏，因会真象征性，会去掠一只草莓啊。甲草莓啊，甲带落去安尼吼。咧听耍这游戏的时阵，那个主要的主角变成查甫囡仔，查甫囡仔伫遐就做伙伫遐唱哀歌，其他的人都爱做出这种哀伤的这种姿势来参与伫这个游戏内底。但是咱今仔日读的中间，一看见一开始就讲到两阵囡仔，敢那伫遐咧冤家。底下互相底下咧话，用咱今日话来讲，敢那底下互相咧呛声咧吼。因为
算迄个婚礼主体是查甫囡仔，啊，丧礼主体是查甫囡仔。两群人可能伫遐咧相争，到底要算倒一种游戏？啊，是讲有两群囡仔伫遐相争，是要算快乐的婚礼，还是要算较忧伤的丧礼？所以头一个可能因的冤家，是有可能是为着要选倒一种游戏，啊，伫遐冤家。毛学者伫遐研究这个小譬如讲。这两个囡仔，这两群囡仔在遐冤家，主要是角色的问题。因为其中有一群囡仔较投机，一开始就讲啊，我要扮演迄个笨蛋啦，哦，啊是讲我要唱哀歌，哦，啊所以其他遐较慢选角色的人，就感觉讲哇，跳舞足忝的，哦，啊想要来做出啲哀哭的姿势，伊感觉这角色较重，无爱，哦，所以。为了角色而冤家，这是第二种可能。第三种可能，这两群囡仔的冤家，是因为一群囡仔对另外一群囡仔提议的游戏无趣味。当一边讲啊，咱来算婚礼的时阵，另外一边人就伫遐批评，啊，这个婚礼伤过喜乐，我无爱，今日心情无好，无爱算这個。啊，是讲另外一边提起讲，啊，咱来算丧礼的时阵，因搁底下批评讲啊，这伤过哀伤。换一句话讲，因冤家的理由是迄个态度的问题，心态的问题。哦，一群人对另外一群人的提议真冷漠，无感觉，啊，甚至甲因批评。哦，这三种推测拢有可能。哦，但是咱啊加。这段经文甲接落去，这个接落去三十三节甲三十四节的迄个经文甲连做一看，咱大概就知影。哦，三十三节耶稣底下讲，惊说咧约翰来无食饭无饮酒，恁讲伊是去学鬼附身呐？人主来嘛食嘛饮，恁就讲伊是贪食好酒的人，哦，是罪人的朋友。所以耶稣讲这个譬如，伊是有感受，拄到这群众的无同款的态度来发出的。哦，针对特别法利赛人甲法律教师，因对假设的约翰甲对耶稣有无同款的批评，所以耶稣讲这个譬如要来警告伊。哦，假设的约翰无食饭无饮酒，过真严格的这种苦修的生活。咱若读其他的福音书，嘛讲起假设咧约翰住伫旷野，穿迄个骆驼毛的衫，哦，啊，食迄个草莓啊，食蜜，哦，所以伊是一个苦修保守的人，所以因就按批评讲，这个人精神有问题，是去有鬼附身。哦，相对的，耶稣来嘛食嘛啉，咱知影耶稣。常常跟群众做伙，哦，伊认同群众，伊也对人生活，哦，开放入世，咱讲伊的生活态度，这甲传统的立碑阁真无共款。伊进入群众，认同人民的生活，结果因就批评讲伊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罪人的朋友，甚至有人引用《申命记》21:18-21讲伊是背逆的囡仔。就要用石头甲啃死，哦，所以若为这角度来讲，咱大概会当做出一个判断。这个譬如应该重点较接近咱拄仔讲的迄个第三种的迄个解说，哦，就是咧讲态度的问题，哦。啊，这个一群囡仔也边啊看，不爱参与，哦。啊，当另外一群囡仔提出讲要玩这个游戏的时阵，因真冷漠，哦，啊，批评论断，哦，讲啊，这个想欢喜，迄，那个想忧伤，等等在，哦，所以，这个咱若搁头前读第七章头前的时阵，就会讲起耶稣甲法利赛人甲这经学教师其实是有冲突的。耶稣通过这个譬如，那像在甲因讲，恁这法利赛人甲
经学教师有知的啊，因为上帝所定着的代志，恁若无参与，颠倒用一种冷淡啊冷漠的态度，当别人提出建设性的建议的时阵，恁徛在一边伫遐咧批评。这个譬如一开始迄句话嘛，真值得咱注意。三十一节，耶稣讲。安尼，即世代的人，我要用什么来批评啊？耶稣咧讲，我要用什么来讲恁即世代的人啊？即世代的人真有意思，那像唔是干那咧讲耶稣迄个时代的人，即世代的人嘛会使讲应用伫咱今仔日。耶稣那像有超越时间，看见迄个人性内底的问题，嘛咧对咱即世代的人嘛伫遐咧讲话。下面，咱就会当针对这个啊，今日内底讲到的这种无同款的心态，咱来甲分做三种啊，三种无同款的心态来甲做一寡分析。啊，亲像这张图，就表达出来，囡仔一群囡仔在遐要欢喜要佚佗，另外遐人啊用冷漠的态度在甲因对待吼、哦，所以人性。人生的态度，头一种就是冷漠、无关心。咱过去台湾社会，还是甚至咱的教会，那么有时啊，真惯是这种冷漠的文化，对咱周围公共事务无关心，哦，这可能甲咱过去台湾的政治的历史有关系，哦，伫戒严时代，伫白色恐怖的时代，那像迄。关心公共事务，就是咧插政治，哦，所以大家慢慢啊就发展出一种啊，代志跟我无关系，我明哲保身，哦，这种的心态。但是宗教敢会让人变作这种冷漠的人，哦，这个马克思捌批评讲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有时阵嘛让人麻痹，变作无热情，哦，一个本来会当让人跳舞哀哭的宗教，哦，咱讲跳舞哀哭，这拢是真性情啊，哦，咱心内迄种真实的性情，讲要跳舞就跳舞，讲要哀哭就会当哀哭，哦，这是真实的热情。但是煞变作麻痹，哦，无法度对人所遇到的困难有所感，哦，信用变作无意义、无动力。英国圣公会大主教 Rowan Williams， 这是当代非常有见解的一个啊领导宗教领导者。伫几年前一届真要紧的演讲中间，伊讲今日基督教信仰上大的对敌，唔是人的罪那点，更大的是迄个冷漠 ，apathy 吼 ，apathy 就是讲无感觉、无感。无感，对周围的事物人无感。耶稣今日这个譬如提醒咱，唔通做无感的人。特别，咱活伫现代世界生活，疏离感，人甲人中间常常是疏离的。这种机械式的文明嘛，让人的感情淡薄去。所以社会学家会讲，今日这个时代人真多。但是，大家人伫群众中间，那亲像是孤单的哦，所以这个寂寞的群众，这个概念就变作对现代人的一个挑战。啊，所以伫这个现代化的世界内底，有时阵做一个冷漠的人，敢那是较超然、较安全的生活态度。哦，这种冷漠慢慢啊变作一种个人主义式的气质。哦，咱今仔有时啊讲啊。比酷，哦，很酷，哦，酷这里煞变成冷漠的代言啦，哦，啊，所以有人讲啊，现代人真够装帅扮酷，哦，啊，做出一种真冷漠的态度，敢那我比别人较悬安尼，哦，耶稣提醒咱无感冷漠，这是人性真大的挑战甲危机。第二种伫今仔譬如内底反映出来，即人生的态度是一种批评的态度。
批评不是不行，我们知道在一个群体里面建设性的批评是很要紧，如果没有建设性的批评不会进步，但是批评有时候是变成一种没看到自己只看到别人。耶稣说你看到别人眼中有刺，所以看不到你自己眼中有一支大叉苦在那里。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没看到自己，亲像在批评亚瑟的约翰，那是批评耶稣。有的人生活较保守，较谨慎，我们批评他是保守的人，甚至跟风气说啊，你这个圣人，如果想过开放自由的人，我们也会批评说这个人是背逆的人，甚至说他是异端，这种批评其实都是站在自我中心在看别人。更加严重的是我们可以用一种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说愤世嫉俗啊，这愤世嫉俗引起说 cynical， 真 cynical， 全儒士的愤世嫉俗。愤世嫉俗其实是啥？愤世嫉俗就是说你有时候你明明是里面的人，你却站在外面好像你是局外人，这样的批评，你如果是里面的人，应该把这个问题当作 是你的一部分，你也跟这个问题有关系。但是呢，我们应该是站在里面的人，却是我们走出去外面，用一种局外人的角度来批评，表面看好像很清高，但是对实际问题无法度帮忙，常常颠倒带来这个群体负面的伤害和毁坏。一个建设性的批评就是要站在里面跟人站做伙，做伙来看这个需要改变的地方，不是看你自私自我的一个中心的态度。我们不能忘记，你若不知道自己也是问题的一部分，你就没法做那个解决的一部分。所以 cynical 这种真愤世嫉俗的批评，是耶稣通过这个譬如也在给我们提醒。最后第三种的态度是那个最早提出提议的这些人的态度，就是一种很单纯很热情的参与感。参与是耶稣学了最好的一种心态，热情参与。我们在参与中间，我们才能付出，也能得到。参与的人才能享受那个听的团契。但是参与是不简单的事情，要参与的人，你就要准备开放我们自己，愿意将我们自己温馨开放，也愿意分享你的故事。有需要时阵，真正付出对别人的关怀和疼。当一个人热情参与的时阵，伊常时会当接纳别人，也当对别人遐来领受新的这种的疼和分享。耶稣伫提醒咱，伫群体内底高度的参与感，才会让每一个人真做同工，会当伫群体内底有所贡献。咱伫教会、伫社区、伫台湾社会某一个角落，咱扮演咱的角色。但是咱通过今日譬如来反省、来分享咱家己的心态。咱的同工伫笨达拉的时阵，咱是毋是愿意伫遐跳舞？咱的同伴伫遐唱哀歌的时阵，咱是毋是也愿意做伙伫遐唱哀歌？基督徒甲别人无同的所在，就是体会到咱嘛是这个世间问题的一部分。知影咱是问题的一部分的时阵，也当真多带来改变甲解答的一部分。单纯热情的参与感，是耶稣通过这个譬如要甲咱分享的。
今日这个譬如是一个关于囡仔的譬如，囡仔会当讲是新一代的愿望。但是伫今日这个譬如内底，囡仔煞变作耶稣的批评法利赛人，甲经啊教师的工具。其实耶稣伫别个所在捌学了囡仔的心。伫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七节，耶稣讲：“我实在甲恁讲，既然要承受上帝国的，那无亲像囡仔，决断袂当入去。”上面耶稣敢那真欣赏囡仔迄种单纯参悟，但另外上面今仔日的譬如内底，煞伫批评这其中的囡仔，到底这两个中间的差别伫哪？我想。英语的字里面有两字在形容孩子的字，可以让我们对这看出那个差别。一字说 childlike， 一字说 childish， 哪亲像孩子，心哪亲像孩子，这是 childlike、啊、但是那孩子起造出来，我们说孩子起造出来、啊、就变成另外一种心态。一个亲像囡仔的人，天真浪漫，心内无邪念，无心机，只有单纯信赖顺服，而且拢是热情来回应别人的邀请。但是一个囡仔去，有些是咱讲，咱有些个犯罪幼稚吼，真幼稚无成熟，真照家己的意思，不爱跟人合作，积极较侪的批评，赌气吼，赌气多于合群。一个无关心批评的人是囡仔气，但是一个单纯信赖、愿意参悟的人是哪亲像囡仔安尼？讲到今日这个故事，我想起咱台湾社会啊，甲咱台湾教会有一位真值得咱纪念的人，嘛是咱教会内底的一个姊妹，就是1950年代。在我们台湾开始推动现代舞的这个蔡水月、哦、这个老师蔡瑞月老师、哦、十几岁他就自己一个坐船去日本，因为爱跳舞去学现代舞，带两个很好的日本老师 学跳舞。后来战争了倒回来的时候，在船顶规定的台湾人坐船要回来台湾，在船顶他就开始跳舞给大家看，是这想到就做的整个一个富人人。后来回来台湾，因为跟一位中国的知识分子雷石宇交往，煞去用牵连，后来去用判做政治犯送去绿岛。去年咱也捌看过这个《流麻沟15号》这个电影，咱就看到内底一个跳舞穿红衫跳舞的查甫囡仔。迄就是伫用蔡水月老师做迄个背景写出来吼。即位蔡水月老师虽然去用关家，伫绿岛嘛继续组织舞蹈团，啊伫遐闹军吼，伫遐闹军。后来倒转来台北市，就开始推动现代舞，互台湾会当有新的即种文化。可惜迄个拄到一挂阻挡，迄个舞蹈社去用放火烧，吼！但是伊无放弃，一直驾车驾到最后，吼！才真晚年才移民去澳洲。蔡树桂老师的故事，予咱看见一个单纯热情投入伫现代文化的一个人，伊背后迄个信仰带予伊迄种热情参悟态度。讲到这，我嘛邀请大家来关心这个蔡水月舞蹈社的发展。到今年六月，因甲台北市政府的迄个合约就结束了。结果台北市政府无要照这个文资法新的办法继续甲因合作，等到要将舞蹈社公开招标。我即个讲，这个蔡水月文化基金会。就无一定会当继续经营这个舞蹈社。
所以这几个月，我甲几个台北的同工，阮甲真侪台关心台湾的团体，大家做伙伫遐联署，吼，毋忙会当关，或者舞蹈社这个传统甲精神继续伫咱台湾社会会当继续落去。啊，通过今仔日的这个披露，邀请大家做伙来思考信用甲咱生活的关系，伫咱的人生中间，不管伫个人还是伫群体、团体中间，怎样会当将这个热情、单纯、参与感，成做咱的人生的一个态度？这应该是耶稣这个譬如对咱上要紧的提醒。咱作为阿头来祈祷。文天跳堂上帝，感谢你通过耶稣短短譬如，让阮来学习人生甲信仰的态度。我们不能做一个冷漠的人，也不做一个站在外面在批评里面的人，我们有单纯热情的心，看到需要就关心，看到欢喜就做伙斗欢喜，跟人同欢喜也跟人同悲伤，通过我们的热情的微信，也让我们在我们工作 的位置来应应邀上帝利益众人，阮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啊，这时候咱要来表扬啊员工义工啊，我们请社工部来主持。各位同工平安，那接下来我们要表扬的是我们112年度员工义工服务机构的个人及单位。那首先要颁发的是个人服务机构奖，我们请得奖的人上台。今年开始，这个我们个人服务机构奖的得奖者会有一件绣有自己名字的专属背心，好，然后，得奖者高慧珍，那我们请总院长帮我们先帮我们颁，然后桂兰，曾桂兰。田淑慧，个人服务机构奖是他们的服务。去年度服务时数是累积全院的前五名。好，那我们请得奖者一起再跟院长拍个合照，谢谢。好，我们恭喜得奖者。那接下来颁发的是部门服务的绩优奖，那我们请部门的代表上台。那我们请周副院长帮我们颁奖。那首先，安宁居家护理单位。出院准备组，部门服务绩优奖是他们的部门的人数除，就是他们的服务时数是平均起来是全院的前五名。
我们请所有的得奖单位再一起拍个合照，谢谢。好，那最后我们要颁发的是热心参与奖，那我们请所有热心参与奖的得奖者上台，有陈美华、张爱玲、陈淑仪、林信雅、陈美如、孙凤英、陈素秋，我们请得奖者的人上台。那我们会有，因为今天这个奖项得奖的人比较多，那我们请爱玲督导奖代表接受奖项，那我们请张东浩医疗长帮我们颁奖，谢谢。新参与奖是他们参与了三队以上的员工义工队，而且每一队都有服务至少五个小时以上。那我们恭喜以上的得奖者，谢谢。啊，请咱来吟上吟510首。啊，吟诗后请田牧师来作读，请咱起来吟。愿上帝平安，赶给一切人所想的到的，保守恁的心思意念、生活、工作甲服侍，在耶稣基督内面，对即时到永远无煞。阿门。请坐，麦德必会。好，我们请那个社工部的同工，我们一起来跟。